四位首次出镜录综艺的妻子们来说，他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得太好。每一位妻子在临出发前，丈夫们就对他们千叮嘱万嘱咐，还看到了在家他们生活中的真实样貌。四位妻子都露出了最真实的一面，像巴伦静的素颜，章子怡的素颜，再看袁咏仪素颜，网友直呼简直没法比。他们三位年龄相差很多，30多岁、40岁，接近50岁都有，但整体看来他们的皮肤都想不多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上了年龄的。不知道这三位中你们最喜欢哪位妻子呢？